还有一篇文章叫《卖甘蔗盐》，是写一位水果商，他能够把甘蔗橘保存得很好，经过夏天和冬天都不坏，颜色很鲜艳啊，金质而玉色，那个黄得像金子一样啊，漂亮得很，在街上卖呢，价格比其他都高得很多，人家争着买。这个鱼离子是他，我说我买一个回来吧，一拍开一剥开一看，里头那个瓤啊，都变成了一把棉花了，没有水分了啊，这一个假冒伪劣的东西，虚有其表。就问着卖干的，你这个破东西怎么卖那么个价钱，你骗了我们。这卖干的说啊，不是骗你啦，你这个人不知道。于是就给他讲了一番道理，他说现在社会上不欺骗不骗人太少了，只有我在骗人吗？你看哪些个今天的配着奖章做了虎皮老虎皮，那些军官们真正能够保卫国家吗？哪些个戴着高帽子穿着礼服昂昂然朝廷重臣，真正能够使国家安定富强吗？这些人道德起而不自愈，老性困难而不自救，官吏腐败而不自尽，坐吃国家的粮食而不知耻，你看他那个外貌好像很伟大的了不起，实际上呢都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，就是表面上金玉一样漂亮，肚子一堆破，里边是一堆破棉花。你今天你不去考察那些人，你来光责怪我这个卖杆子的有什么意思？这个文章显然是在批判当时的官僚了，不为人民做事情，不为国家社会造福啊，虚有其表，而且这个思维粗残啊。这个是柳宗元苏轼以来的大家常用的手法了，就是借物比人。这个文章虽然是写的元末啊，我们到今天也还是有借鉴意义。我们看任何人不能看表面，要看他是否有真才实学。还有一篇文章叫《公子桥为琴》，写一个做琴的工人呢，得了一把这个和桐木啊，这个琴是要桐梧桐来做的了，梧桐树的，他做一把琴，哎，声音非常好，他认为是天下最美的琴，就献给国家的乐官。乐官说啊，这个东西是现代的，不是古代的，就退给他。于是工人就请漆工在上面油上古代的油漆。请篆工刻上古代的文字，然后埋在土里头啊，一年以后呢取出来就是个古董了啊，在街上一见，那贵族看到了这个好古董，送给朝廷的乐官来审查来鉴定。当年乐官说这把琴是近代的，不是古代的，现在这把琴经过他一加工以后，他说哎呦这个不得了哦，这个是古代的呀，这个是稀世珍呐 啊好东西啊。这个公子桥这个工人听了这话以后就觉得啊，真是可怕呀，现在造假造到这个地步，这个国家完蛋了啊，于是他就走了，不知所踪。这个文章是批判什么？是批判那个文物界的造假风吗？不是的，他不是牵着那个造假，而是讽刺当权者不辨贤愚，好虚名而不失真货色。
所以认为这是亡国之兆。所以这个文章呢，是引起后人注意。刘基的其他文章啊，像司马祭祖问卜，这个也是博文观所选的，这是模仿屈原的不拘的有问大题，说明圣筛穷通是自然之理，想想人比无更灵。他还被松声格记，这个写一个格，它是由远及近，由小及大，由松先写松，然后写松的声音，然后声音是由风起来的，最后写了格楼阁，层次分明，紧扣题目啊，是明代这个亭台楼阁之中啊，比较好的作品。下面我们介绍高启啊，这个人只活了30多岁，他是徐州人，成名很早，参加了吴王张士诚的政权，明初的时候归了，后来归顺了这个谁，朱元璋，参加修元史，后来让他做官，他不接受，就回到家里头。他写了一首诗，后来还有一篇这个上梁文，其中的一些句子啊，这个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的。朱元璋就把他腰斩，是明代文字当中第一批牺牲者。这个高启的散文呢，最有名的是《书伯姬者事》，写一个斗鸡的。袁州，他写的是元代末年的啊，一个袁州这个地方一个州官，这本来是比较清正的。因为得罪了新贵，就被一个豪民，就地方土豪啊，诬告他，就抓进那个监狱，这个冤案呢，老百姓就不答应，有一位以斗鸡为业的，受广大市民怂恿，就聚众为这个州官们不平，并且把那个诬告的那个恶霸，从街上，当街从马上揪下来。揍了一顿，游街示众啊！这大家观看呢，一城都讽动。接着由他们又写出他们游行啊、示威，打出巨幅标语，下面写一个"屈"，就是冤屈了。意思就是到上司衙门去告，日夜游行到南京啊，这长官呢不得不重新审理，恢复这位州官的原职啊，并且。斥责呢诬告他的新贵啊，加以批评。可以说这是元谋一次成功的市民运动啊，它主题是市民呢、啊，城市的人平民呢、啊，不是农民。作者是赞扬地位低贱的。搏击者是壮举，刻画他侠肝义胆，有勇有谋，这种形象在小说里常见呐，《水浒传》就很多了，而散文里很少，很罕见。《水浒传》是个人打个人，这里是发动群众游行示威，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高启是站在市民的立场哦。不是的，他认为由于在上位者不察下情，使得这些普通老百姓呢揭竿而起，以发泄他的愤怒。他说最好是早点让人们有话说，有冤可伸，否则闹成大事就不好办了。他还是为了统治者吸取教训而写这篇文章的，但是客观上我们看到意义超过他的主观意图。
下面介绍方孝孺，他是浙江人，是宋濂的学生。后来他是文坛领袖了，曾经当过建文帝的老师，就是苏颜章死了以后，他的孙子还小啊，就是建文帝了，他给这个小皇帝做老师。后来这个小皇帝叔叔阎王朱棣就在北京这位啊，他起兵跟他侄儿争夺帝位，建文帝就发表过那种讨伐文书了，讨伐阎王，这都是他写的，方孝孺写的。后来呢，这个燕王朱棣就从南方打到北方，攻下南京了，这建文帝就不知所踪跑掉了。燕王也知道这方孝孺很会写文章，就请他来写即位诏书，三天做了皇帝了。这个方孝孺就拒绝，我不能给你写。这燕王就说，你不写我灭你九族。方孝孺说，你即使灭我十族我也不写。燕王当中好，真的灭十族，说为九族吧，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了。这个十族是什么呢？就是学生也要杀，这可不得了。就这个案子，据说一共杀了800多人，就是天下奇案，就是真的，不是夸张的。方孝孺的散文呢，是以小品文啊，叙事写的好。还有一篇叫《月湖》，月就是浙江一个巫师，自己夸能够驱鬼。有一批少年呢，就捉弄他。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呢，就分五六个人在路上呢，先就爬在树上，隔一里一棵树一个人，隔一里一棵树一个人。等到这个巫者过来的时候呢，从树上就扔下石头沙子。就扎他，这个巫以为是鬼，一边吹那个脚一边跑，这心里害怕，头重脚轻，就是走啊，就经常摔跤。完全又碰了一棵树，上面又有沙子又有石头扎他，他又害怕又跑，这个好多次就吓了他就半死。到了家时候呢，摇铃大叫门，结果就喊呐，救命救命。到了家以后呢，舌头都说不出话来了。他妻子把他抱到床上躺下，发现他胆子已经裂了，死掉了。这个巫师能驱鬼，最后被假鬼弄瞎死了。这是颇出迷信的一篇文章。作者把这位能驱鬼巫师这个吹牛皮者这个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。还有一篇文叫文对，就文字啊。夏天晚上这个蚊子非常讨厌进咬人，这作者就很叹，这上帝你上天你为什么要生这么个小东西来害人呢？下面就他的童小童就伺候他的小孩就说啊，老爷你不要害这个蚊子啊，这个蚊子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他说他是个动物来吃人，人又是动物又去吃别的动物，他不同类啊，你现在同类相吃呢，你看有的人啊，饮食衣冠生男与女都一样的人咯，或者白天就这个人就吃那个人，那人就吃这个人，没人可怜他。你今天看到蚊子在那咬人，你就那么讨厌，你看见人同类相吃，你就好像如无所事。这个不合理吧，这个当然是也是预言了，就是剥削者压迫者对同是人类的人民迫害啊，比那个动物咬人还更凶还更无理，这个批判相当犀利了。以上我们就算开国派吧，这几个明朝永乐到天顺这60年间呢，当时在文坛流行的叫台阁体，
太阁里代表三阳，三阳就是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波，他们都是离关四朝的宰府重臣，在政治上得巩固社会秩序，发展生产，改善民生，以及培养人才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，这些人不是坏人。他们的文章呢，歌功颂德，讽刺太平，风格雍容典雅，行文妥帖平和。那么叫台阁呢，台阁呢，东汉就指尚书省，明代就指内阁。明代没有，明代后来也没有宰相了，是内阁大学士了，但是地位相当于宰相。台阁体的文人呢，其实历代都有，唐代的殷墟大笔就是台阁体嘛。为什么这个明初三阳的这个地位和他的这个文凭受到别人指责呢？他地位很高，也没做坏事，文章歌功颂德，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反动的这个腐朽的东西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后人认为他们缺乏创造力，没有新意，这是致命的弱点。所以这些人的文章今天看来没有太多的可读之作，但是也不能否认个别的作品啊。这个杨士奇有一篇叫《赠医士》，写个医生的一篇文章。第一个姓宋的医生，他不姓宋的人不相信物，而相信医生，给他的弟弟治病，最后治好了。这个文章就是批评那一些迷信者呀，不相信科学，而是相信这个月可生物，就是吃药可以比那个求神要好。这个道理今天看来很平常，但是古代讲这个道理应该还是正确的。就跟刚才那个讽刺那个乐舞啊，又吓又装鬼啊来吓那舞者，这个主题是一样的，但是写法不同。那个是反面写，这个是正面写。台阁体统治了几十年，在他之后呢，出现了茶亭派，是明代第二个正式的文学派。茶亭是湖南茶亭，是地名，主要是成化弘治年间，比那个台阁体要晚一点，大约也是在文坛上有40年左右吧，它是起到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。它对于台阁体的平庸文风有所振兴，但是没有给它根本决定。它的领袖就是湖南茶陵人呢，李东阳。这个人活了70岁，他18岁就中进士，就是少年发达了，之后做到相当于宰相。
做官五十年，宰相做了十八年，可以说是政坛重臣，也是文坛巨擘。他提倡深厚雄浑之体，学唐宋古文，在理论上应该有一定的影响。但是这个人四十年不出京门，就是当官做老爷，所以生活贫乏，不接人群众，所以写的文章呢流利典雅，内容比较空泛，所以从内容体系上讲和台阁帖没有区别。但是有个别文章写的也比较可取了，这个也不否定了。你像仲叔写书，先写这个北京仲叔啊，都是外边移过来的。那移过来树要怎么成活呢？必先要这个树坑要挖大一点，要把那个树买的那个树呢，原来那个土要带多一点带过来，圆其株，把它根要放得疏松一点，不要伤害它，这树才能活。这个讲种树这个道理，应该说讲得很对，现在也是参考。但是他目的不是写树，也是要写栽培人才，栽培人才也要如何如何如何。这个是学的柳宗元的《种树郭橐陀传》，应该说还可取了。还有一篇文章是叫做从丘吉尔死琉球，就送一个朋友啊到琉球，就是现在的这个冲绳呢、那个叫琉球国，那个是中国的附属国，送一个人到那里出使，他就讲这个你到那去应该怎样怎样办外交啊，来讲的琉球和中国的关系。这篇文章写的不错的。他写过一些文章叫《东城父老传》，写七个人是怪人。那这七个人有什么怪呢？是普普通通的下层人，有的退伍老兵，有的是兵壮工，有卖酱的，还修旧书的。这些个人不受人们重视了，他来写这些人就可见呢他很眼睛还是向下的，虽然他地位很高啊，还没完就下层。还有他也写过不少墓志铭，很明显是学韩愈的。他写过一篇叫《西庄处士罗君墓志铭》，处士就是没有做过官的了，也是个普通老百姓，姓罗的。他写的什么呢？这么写他不怕鬼别人晚上都不敢到墓地里走了，他呢专门在那个荒魂岗里头盖房子住家，而周围是灵火遍地都坟，他不怕这个给刚才我前面介绍的不怕鬼啊，那些作品啊，在思想上的一致的，在写法上呢又各有不同。他的游记呢是继承唐宋，但是有不落窠臼。他用有时候是用第一人称，有时候是用第三人称，能够把风景和游兴结合，并且把这个游的地区呢从黄河以南拖伸到燕北。这个中国的游记啊大部分在黄河以南了、这北京附近的游记过去很少人写的，
他的这个游西山记就是写北京西山的最早的游记。现在的西山是北京的名胜区，在他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这里这么好，从他以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到后来的那个元三元呢，有大量的写西山的游记了啊，那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了。所以在游记史上啊，这个游西山记呢应该属于开拓之作了。今天讲到这一课。